大概经济台的五倍券要来了，这个五倍券为十月七日开始来使用。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凤讲，九月二日开始会当上官网来拨定到所位券。啊，不管是纸本券或者是所位券，九月二日拢会当先来登记到加码券的抽口啊。为十月十一开始，连续四礼拜会来抽口啊，每一个人上多会当有四届抽券的机会。行政院今天五倍券官网上线，上去人的就是加码券登记，不管是要白色位或者是选纸本，下礼拜三就会使开始登记。你想要抽到一挂券，敢那好食券，所谓限定增四百万位消费者以外，其他七种拢会使先选起来抽口啊。做回来看，各种券一礼拜抽一摆，假使这礼拜你抽到各路券，其他券就要等后礼拜抽口啊。连续抽四礼拜，一人上最到四种券，一种券敢那会使抽一摆。其实大家最佳的策略就是勾四种你最想要的。来看这种抽口的券，那是跟四种上侪钱的加起来上侪就3488块。不过，那是想要抽中的几率上大。如果你这七种你都想要，当然就都勾。但是如果这七种里面你有四五种比较想要，那都勾那些，你中的几率稍微高一点。同一个网站九月二十二会使开始白所谓的，想要纸本就和去年同款分配登记才来领。九月二十五会使开始注文，是一站式的设计。十月七八就会使开始用五倍券，提车那是经先选某一种所谓机会方式，就袂使讲话。官网已经上路，伫开放登记进程，民众会当先来看，再来做考虑。